그는 검열을 걱정했지만 우리와는 달리 이 작품은 상하이 비엔날레에 당당히 걸렸다. 중국은 그만큼 변화한 것이다. 他这个他其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画的自己笑，就嘲笑自己，也嘲笑这个社会。他其实这个他现在作品的都是把以往的名画，比如说开国大典啊、飞多鲁定桥啊，甚至包括一些西方的威米尔的那个看信读信的那张画，他把里边的人给抽出来。比如说天安门那个开国大典那张画，他把毛宣布那个。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了那样一个里边的所有人都抽掉，只剩个天安门，中国有句有个词叫人去楼空，就人走了楼空掉了，就说就等于是把这个原来标志这张画所代表的革命的意义的东西呢，所以都抽掉，只剩一个空壳，只剩一个天安门一个城楼子，那个飞多鲁定桥也是把人都没了，只剩一张桥。 这给他的其实给他的笑脸是也有关系的，他笑脸的也是嘲笑着社会，他把这个一张革命作品里边的人给抽掉了，也是在嘲笑。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就在绘画语言上，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用在文化研究里边，就是 cultural study 里边用的一个词，就叫 pastiche， 就是怎么借用。 或者借用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实际上呢，在后现代的这个文化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的图像，大家是不断的在借用，就是说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这个里边已经在普遍的已经存在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他的作品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 就是挪用了这个古典画的一幅画，但是他又把它修改了，他没有纯粹的再现或者复制这张画。比如说，他把这张画里边其中的一个人物去掉了，你看到了那张画的那个影子，但是呢，他又修改了这张画。这个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个 montage， 就这个拼贴的这种一种方法。所以实际上，我就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在当代艺术里面普遍应用的一种表现的语言或者表现的观念。 사형 취상 형태를 버리고 상, 즉 이미지를 취한다. 형태를 완전히 부셔버리는 유럽식 추상 미술도 형태에 집착하는 사회주의적 리얼리즘도 아니다. 형태를 버리고 이미지를 취하는 신형상 회화는 유해민준의 최근 연작에서도 잘 드러난다. 역시 명화의 인물을 낙서하듯 지워가는 새로운 작업은 시대의 흐름과 내면의 욕구에 반응하며 변화하려는 작가의 부단한 노력이다. 刚刚是相反的，他不回避这些历史的这样的一些场面，但他总是把自己替换成这个历史场面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世界名画中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用这个主角替换的方法来使一个很崇高的场面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场面变得很可笑、很滑稽。我想这个是岳敏君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중국 현대미술의 대표적 사조, 시니컬 리얼리즘은 유해민준과 팡리준으로 요약된다. 같은 대머리가 소재이고 비슷한 웃음을 흘리는 이 작가들의 차이점은 무엇일까? 方力钧更早画这种笑，方力钧的笑呢带有一种，方力钧不仅仅画的笑，他还画了很多大画，像无聊啊这种嬉皮笑脸这种东西，那。 岳敏君呢，只是这种除了嘲笑，张着大嘴嘲笑，就是把它更脸谱化了。方力钧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方有一种这个笑背后有些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到很无助的感觉。比如他还画了很多游泳。
在潜泳，在水里边，就表面上很安静，但是很多潜伏的一种危险。那岳敏君的笑呢，就是嘲笑，就是忘记一切，这样一种嘲笑。岳敏君是特别强调简单，包括他的画法也很简单，夸夸夸几笔画得很薄，他一笑也是很简单，就他强调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这种现状，包括我们生活也是简单到极点，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很精神上很空白。但方力钧呢是强调的这个笑或者是无聊的背后呢，有一些危险，有一些不知所措的东西。是表达了对这种历史事件的一个怀疑的话，那么岳敏君是不仅是怀疑，而且他是很开玩笑的，很调侃的去在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岳敏君的两个特点，就一，他的手法很简单，他不再追求这种跟其他的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相比，他不再追求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完美，而是使用平图啊，很简单的、很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的一些形象。那么第二点就是，他不是去回避重大的历史场面，而是去改写、去改编、去篡改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夸张과유머모호함유해민주는역사의현실을피하지않고정면으로바라본다자신만의유머로명쾌하게역사에대한각성잘못된과거에대한뼈아픈풍자가담겨있다광대와도같은웃음으로미래의아이콘을찾는유해민주그의웃음에는불멸의매력이있다